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现在我将继续向各位介绍有关于诗篇的导入导论部分。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有关于诗篇的结构以及它的分类。在结构方面，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诗篇。 无论是希伯来诗篇，或者基督教的诗篇，都是一百五十篇。但是希腊文的诗篇，却在最后又加了一篇，所以七十四一本或希腊文的诗篇是一百五十一篇。但很特别的是，有两次两篇的希伯来诗篇，在七十四一本里面。 却合并为一篇，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却是第九篇，而希伯来圣经里面的一百一十四和一百一十五篇两篇被合并为希腊文的一百一十三篇，有两次一篇的希伯来诗篇也被分为两篇的希腊文诗篇。 也就是一百一十六篇希伯来诗篇被拆解成为一百一十四和一百一十五的七十四一本这个希伯来诗篇里面，那一百四十七篇也是希伯来文圣经的一百四十七篇被拆解为一百四十六和一百四十七篇这个希腊文啊七十是一本圣经，一百五十篇的诗篇。 被分成为五卷，第一到四十一篇是第一卷，四十二到七十二篇是第二卷，七十三到八十九篇是第三卷，九十到一百零六篇是第四卷，一百零七到一百五十篇是第五卷。有证据显示，现在我们手中有的这个诗篇，乃是一些初级的诗集汇集而成。 但整个汇集的过程到底是如何，我们却是无法得知。各阶段的时间，我们也无法确定。不过，最后形成这五卷，它乃是代表整个编纂过程里面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在公元第九世纪编成的犹太教的经典，就是《诗篇》米大士的注释里面，就把这五卷。 跟摩西五经做了对照，但这样的分法，它的原因和时间，我们也无法得知。近代的犹太学者德里兹，他如此的说道：“他说诗篇是另外一套的五经，反映摩西五经的思想，他们是以色列民众对神的心声，正如五经。” 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一样。我们看下面这个图表，很清楚的显示，在这里第一卷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对应创世纪，在这一卷里面把上帝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或者亚威，而第二卷从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是对应出埃及记，上帝 Elohim 这个名称。 大致上取代了第一卷的耶和华。第三卷是从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对应立位记。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关于上帝的名称是用 Elohim 来称呼的，而八十四到八十九篇却是用耶和华来称呼上帝。第四卷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对应民数记，在这一卷诗篇里面。 只用耶和华来称呼上帝的名字，而第五卷从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是对应生命记，它跟第一卷相同，称呼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但是犹太人这样的分法令人难以信服，为什么呢？比方说诗篇第一百一十四篇，它是讲到出埃及的诗篇。 可是却编在第五卷当中，《诗篇》一百零四篇是讲创造方面的，可是却编在第四卷里面。所以如此看来，《诗篇》它分成五卷，它不是按着主题来分的，也不是为着配合摩西五经而分的。《诗篇》是会众对上帝话语的五重的回应，而且是用在敬拜的礼仪上。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每一卷的结尾都以赞美来做结束的。比方说，第一卷四十一篇的十三节，在这结尾的部分，那你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第二卷的最后的结尾，七十二篇十八到十九节，他这样说。 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第三卷最后的一节八十九篇五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而第四卷。 最后的一节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耶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华。更特别的是第五卷，他却以一百五十篇最后一篇整篇来作为结束，因为整篇都在呼吁要用各种的乐器，用各种的方式。 来赞美耶华。华人学者张国定就提到，事实上第五卷是整本诗篇最后的结束，而且他用五篇的赞美诗作为结束，就是从第一百四十五到一百五十篇，最后一篇一百五十篇是整个赞美的高潮。诗人在那里邀请所有的会众。 一起伴随着各样的乐器来跳舞、扬声歌唱，走进圣殿来敬拜那位至大的神。所以，整本诗篇就在赞美的高潮底下画下休止符的，而他又跟第一篇遥相呼应，汇集成为一部完美的赞美诗。这个学者 h i b e r 他就指出，了解诗篇的功用。 能够帮助我们来理出诗篇的神学。这些受圣灵漠视的作者，他们写出诗篇，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懂得如何来敬拜神。不同情况的敬拜需要用不同类型的诗篇，所以每一种的类型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它典型的代表。 在分类方面，一九二零年代德国的学者这个冈口滚克尔，他根据文学的类型，就追溯每一篇诗篇的写作起源。他探讨他的生活背景，就每一篇诗篇写作的生活的背景。他留意到诗篇里面有不同的形式，还有种类。他主张。 最早的诗篇可能跟以色列的宗教事务有关，所以他把诗篇分成赞美诗、哀歌、感恩诗、君王诗。滚克尔他的学生莫文克莫文克这位挪威的学者，他把这个老师滚克尔的想法再推向前。他认为大部分的诗篇最初的背景是敬拜的礼仪。 所以要正确的理解诗篇，就要认识、辨别每一篇诗篇的礼拜的处境。所以，他尝试为不同类型的诗篇建构不同节庆的祭礼的活动。比方说，他认为君王诗跟登基、婚礼，还有征战前后的祈祷有关联。 而且会在圣殿里面举行一些的仪式。他也认为，《登基诗篇》里面的耶和华作王，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也就是每一年的祝盆节，他们会重演耶和华在上古时代战胜混乱的势力，登基作王的一幕的情景。 之后，有一些的学者就跟进他们的研究，提出不同的主题。比方说，这里的学者 Wiser 他就主张祝盆节的主题是更新西乃之约，而 Claus 这位学者主张祝盆节的主要目的是要庆祝耶华拣选耶路撒冷来建立圣殿。他认为这个节庆的部分来自于以色列人征服耶路撒冷之前。 当地的迦南王家的祭礼，这些学者的主张看来都很有吸引力，但问题是很难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找到这些节庆活动的证据。有一些学者认为，并非所有诗篇都一定来自于这些的节庆礼仪，有一些的诗篇甚至都未曾使用在圣殿礼拜里面。 可见，这些学者的看法、预测的部分，它的成分很高。虽然如此，这个纲口滚刻用形式批判把诗篇做分类，对诗篇的研究提供不少的贡献。后来的学者也针对他的成就，继续的做修正。 从文学的形式或者内容，还有古代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一些的宗教场合，把诗篇分为有许多不同的类别。诗篇的分类在学者方面见仁见智，有的主张分成两大类，有的主张分成五类，有的主张七类，甚至十二类，观点都不一致。 但是最基本的分类就是赞美歌还有哀歌这两种的类型，而赞美诗歌和哀歌又分为团体性还有个人性的。我把这些学者的研究做了一些的归纳综合，我把诗篇分成有以下的类别：啊，有哈利路亚诗，有登基诗，有悔罪诗。 或称为忏悔诗，有经师，有上行之师，有字母离合师，有自然师，自然师主要是描述大自然，上帝在大自然里面所展现的威严，还有弥赛亚诗、君王诗、赞美诗、求告诗、咒诅诗、智慧诗等等。啊，主要是根据它的文学形式，还有它里面的内容来分类的。在以后的各集里面。 我会逐一介绍他们的特征，而且分别会选一些的代表性的诗篇来逐一的介绍，还有讲解。除了依照文学的类型还有内容来做分类以外，我们也可以根据作者来做分类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在诗题的当中有把七十三篇诗篇归为大卫的诗。 七十是一本，却提到有八十四篇是大卫的诗篇。以后的五家大拉丁文译本提到有八十五篇。利未人啊、呃、敬拜团的首领亚萨和可拉，则分别跟十二和十一篇的诗篇有关。诗篇第四、三篇也几乎可以肯定。 是利未人可拉的作品。另外有两篇的诗篇的诗题上面写说是所罗门的作品，就是诗篇七十二篇，还有一百二十七篇。有一篇的诗题写到是摩西的作品，就是诗篇九十篇。而诗篇第八十九篇提到他是以探的作品。另外。 诗篇第八十八篇就认为是提到是西曼还有可拉后裔他们共同的作品，其他的我们就称为孤儿诗，因为没有诗题，没有任何的背景的介绍，无人认领，诗题也没有提到啊作者是谁。在大卫的诗集方面，他在啊三篇到四十一篇，或者五十一到七十一。 第八十六篇一百零一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八到一百一十，一百三十八到一百四十五，110, 5, 这里面都有诗题注明是大卫的诗篇。我们知道大卫在扫罗的王宫当中被啊、呃、誉为善于弹琴的乐师。小先知阿摩斯，他在第六章的四到五节里面。 在那里指责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行，提到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吃喝消闲，为自己制造乐器，向大卫所造的。阿摩斯在这里指出，大卫是发明乐器的乐师。乐师，历代志的作者也不断的强调，大卫他在圣殿侍奉的礼仪，组织乐团敬拜上面的贡献。 犹太的历史学家阿瑟夫啊约瑟夫他就说，大卫曾不用不同的格律为上帝来编写歌曲，还有赞美诗。大卫一面为所罗门圣殿的工程来预备材料，他一方面也为圣殿的崇拜做了一些的安排。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大卫他在音乐上的地位。 就好像摩西在律法上的地位一样，我们曾经说过，大卫的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拉美这个词，the David，这个词是相当含糊的，它不一定是指作者的身份，因为拉美这个介系词，它可以被翻译成给，啊，或出于，或借着。 关乎或属于这些等等的含义。不过，它的原意可以表示某一篇的诗篇可能跟约西的儿子大卫或任何一位大卫家的君王，或者是大卫所收集的诗篇选集有一些关系的。这些的诗篇里面，有些可能是依从既定的大卫诗篇格式所写成的。 或者是由大卫王朝里面其他的君王所写成的，但学者的研究来显示，有非常强烈的证据支持诗篇的主要核心是大卫的作品。另外，有一些无名的匿名的诗篇，可能也是以色列的这位美歌者的作品。最好的证据就在新约希伯来书。 第四章第七节里面就指出，《诗篇》九十五篇这篇无名氏的作品是大卫所写的。在旧约诗篇里面，啊、呃，没有诗题，诗体内容里面没有提到是大卫所写。可是新约的希伯来书作者却指明他是大卫的作品。其实是一本，又另外在十四篇的诗篇上面添加了“大卫的诗”这个标题。 显示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发展啊越发的倾向把一些匿名的诗篇归于大卫所写。第二个，在作者方面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诗篇是属于可拉后裔所写的，总共有十一篇，四十二到四十九，八十四、八十五。 还有八十七到八十八篇。我们知道可拉他是属于立位之派，他曾经在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行走旷野的期间，挑衅摩西领导权柄而灭亡。但是可拉的后裔仍然存活着。在历代志上二十六章的第一节提到，可拉的后裔是圣殿守门的人。 但是历代之下二十章十九节却说他们在约沙法王的时代，他们是圣殿歌唱的人。我们知道分裂王国的北国开国君王耶罗坡安，他为了巩固他的王权，他在北方的旦还有南边的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的敬拜中心。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可拉的诗篇或许。 源自分裂王国的北边北方蛋的敬拜中心，后来在公元第七世纪就使用在耶路撒冷的敬拜礼仪上。但是这一种的主张不被大多数的学者接受。事实上，我们从可拉后裔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拉后裔的诗篇大多数都是以西安作为中心的。 诗篇里面内容强调锡安山永不动摇，似乎就暗示这一些的诗篇来自被掳前所罗门的圣殿敬拜，它是来自于耶路撒冷。第三个，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诗篇是属于雅撒的诗集，总共有十二篇，这里面有诗篇、五十篇、七十三到八十三篇，雅撒。 也是属于立位之派，他在大卫的时期当师班长，就是令长。他创立了另外一组的圣殿的诗班，在历代志他是首席的乐手，还有歌唱者。这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可以看到。所以这一组的诗篇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亚萨世世代代相传乐。 相传的这个作品，我们若根据七十四和七十九篇，那里见证耶路撒冷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被毁灭，但是标题却说到它是属于雅萨的诗篇，显示这一组的诗篇，它是一组不断在累积的诗篇，而且被归属于雅萨类别的诗篇，雅萨的诗。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大量的使用上帝的名称，就是 Elohim 的这个名称，而不是使用这个耶和华。在亚萨诗篇里面，上帝也经常向先知书里面的啊、呃、这个啊、呃、上帝直接的说话，所以它充满了浓厚的神谕的性质。亚萨的诗篇。 他的信息也着重在审判的主题上面，审判的对象有以色列人，有耶路撒冷，有列国，还有列邦的啊许多的神奇。当然，亚萨的诗篇，他也提到耶和华的大能的作为，比方说他的创造的作为，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些救赎的作为。 还有他引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这些作为，还有四世四世事时代里面的一些的事件。另外还有一篇的诗篇啊、呃，就是摩西所写的，就九十篇。除了这个诗体以外，啊、呃，没有提供我们任何其他跟摩西相关的线索。另外诗篇的八十八篇。 提到这篇是希曼的作品，希曼他也是可拉后裔诗班的创始人，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三十一节里面有提到他是智慧的人士，以智慧闻名的。另外，诗篇八十九篇是属于以探所写的，这篇的诗篇主要描写大卫之约。 上帝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指望。诗篇七十二还有一百二十七篇署名是所罗门的作品。有学者指出，这两篇的诗会跟所罗门连上关系，是因为它的内容提到君王的判决，还有。 里面提到四八，他线上共物，这在七十二篇第十节和十五节，有学者就根据这个看出他跟所罗门有一些连接的关系。还有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里面提到建筑跟建造有关系，所以也把它看成跟所罗门有一些连接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下回我们再继续介绍，谢谢大家的收看，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